针对基隆市中心国门广场周边和中一路一带的市容景观，市政府督发处委托顾问公司邀请中原大学地景建筑系大三学生发挥想象与规划，在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进行一场净土活动，包括地方上讨论多年的重现旭川河议题，以及面海第一排的中一路景观，吸引多组学生发挥创意投入这次的规划。他们这次大概有七组，那有大概两组的同学做西岸，两组的三组的同学做东岸，那有一组做中一路。其实在中一路的部分，那个同学做的蛮精彩的。好，那就是中一路跟海洋广场之间的关系。好，那尤其他那个同学的创意其实是希望中一路跟海洋广场中间有一个公车分隔岛，那把公车的部分移带分隔岛，也可以顺便做一些植栽，顺便做一些绿化。那中一路的第一排立面其实是国门广场的第一排，所有人来基隆，所有的游轮来基隆，第一个看到的都是中一路的那个立面。好，所以包含中一路的立面怎么整理，包含它的前景、中景到后景的石球岭，事实上是有一些想象，甚至有一些对旭川未来的想象。其实大多数的同学对旭川都是希望要开盖的。那我相信其实基隆市民，包含委托行，包含很多的市民，也开始慢慢在想这件事情。可能这件事情20年前大家觉得太刺激了就觉得我可能无法实践，但是这几年慢慢有大家有人在讨论，旭川的这些大楼是不是有机会在基隆市前几任市长的努力之下，然后把我们的环境改得更好，观光客越来越多啊，那愿意待在基隆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旭川是不是有可能进行下一轮的讨论？好，所以这样的讨论，事实上学生是先用创意表现，那最后可以在阳明有机会做一个展览，其实是阳明真的是基金会啊，或者是艺术馆这边大力的支持我们，就是同学的创意可以在基隆实践这样子。那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学生针对这样的一个公共议题，做的一些的想象的规划，以及呢，也在阳明办理一个相关的论坛，以及也有一些就是针对现在整个港区很重要的这个市容部分，中一路这部分也有做一些的工作坊，一些讨论都在阳明这边来做办理哦。那我想做一个博物馆来讲，其实我们不光只有关心我们自己产业内的事，更重要我们是希望它成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可以让所有关心这个港运、关心这座城市的所有的市民朋友都能来到这个空间，可以看到我们所办理的这些展览或这些工作坊体验内容，可以让大家更关心这座城市的发展。这几年国门广场包含这个海洋广场，这个空间是很棒的哈。那但是对面的这个还是临接着我们这个老旧的街区哈，所以其实市政府开始启动所谓的市容美化的专案，我们有企图希望将这个中一路对面的这一些建物哦，虽然长期是要推动都更，可是短期我们希望在它的建筑物的这个老旧立面，然后能有一些改变。所以我们有一个案子呢是希望透过，也是希望由下而上或者是跟民众参与，或者是跟学生，那希望透过他们的这些创意活力哈，来做一个结合。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很荣幸的也跟这个中原的这个相关的科系，建筑相关的科系，那在他们实作的方面，就把他们拉来基隆。好，那透过基隆，就我所知，他们几个案子都蛮有创意的。那当然，他们就这个港区周边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是做基隆塔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些作品呢，当然后续我们可以纳参我们市政府在做这个环港相关的一些方案、环境整顿的时候，都可以参考这个学生的这些创意。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说，不再是也只有政府的这一个面向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可以透过外在的一个力量资源结合。那最重要就是说，也让年轻人来更认识我们的基隆，那外地的这一些学子，那也可以认识我们基隆。有机会，有一天他们搞不好也可以来我们基隆一起服务，来我们督发处服务，这也是我们希望做这样的一个连结，产官学的合作，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透过这次的产官学合作，中原大学地景建筑系同学对于基隆景观议题提出许多创意想法跟亮点，也开启了市民对于基隆城市空间的更多想象。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